呃，最近啊，电影《信条》正在热映啊，于是有很多小伙伴给我发私信啊，说没看懂啊，是让我讲讲《信条》。所以我昨天就连着啊去看了两场啊，也是看的似懂非懂啊。但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电影你能不能够看懂啊，其实不取决于这里边的一些科学假设啊，而是因为诺兰的这个剪辑手法啊，我严重怀疑可能就是故意为了让大家看不懂啊。好吧，那今天啊，咱们就来唠一唠《信条》当中的物理学。 我不会对这个剧情的主线啊做分析啊，就以免剧透，对吧？这个《信条》当中它的科学假设是什么呢？是时光倒流啊，或者说时光逆转啊，这点啊，这确实是比较新颖啊。像以往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幻情节当中都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啊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奇妙的故事，对吧？但是啊，这个时间它的方向。 啊，还得是你从过去的那个时间点开始，然后向前的啊。而信条它的假设啊，就是时光是可以逆转的，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从当前的这个时间点啊倒退回去啊。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啊，就像我们去看这个视频的这个倒放一样，对吧？这就是逆转呢。那如果说时间要是逆转了，你会看到什么呢？ 就是人会倒着走，对吧？太阳会西升东落啊，就和这个倒放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次啊，诺兰玩的不是时间，而是时间箭头啊。什么是箭头呢？这个箭头啊，它是有一个方向的啊。那我们的时间它有方向吗？显然有啊。你像人的一生会生老病死啊，花的一生呢会花开花落，所以我们人为的把这个世界它的时间走向定义为正向。 于是啊，这就引申出两个很深刻的问题：第一，宏观上啊，我们的这个时间为什么它是正向的呢？或者说为什么它只有一个方向呢？啊，第二，时间箭头的这个方向它能不能够倒回来？诺兰的假设就在这儿了啊。但是啊，很抱歉啊，就先来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两个问题还都属于未解之谜呢。不过人们是这么考虑的。 第一啊，就时间为什么它是正向的啊？这个问题啊，一入手就遇到困难了，还不是说难在这个问题本身啊，而是我们对于时间的定义上，就是什么是时间呢？有人说，时间是变化的标尺啊。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了，对吧？那你如何去定义这个变化呢？你看，至今为止啊，时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研究了吗？也能啊，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自然界当中还有没有啊另外一个东西，它也只有一个前进的方向呢那它会不会就会和这个时间，哎，它是等价的呢？至少它很有参考价值，对吧？那有没有这个东西呢？有啊，咱们先来说一个好理解的啊，比如说宇宙的膨胀，在我们现有的认知当中，宇宙是从大爆炸开始啊膨胀至今的，这个膨胀它只有速度快慢之分。 啊，没有说这个倒退之说，对吧？就是我们没听说过说宇宙哪天这个大缩紧了，对吧？于是呢，有这么一种假设啊，就是把宇宙的膨胀方向和时间的方向进行了类比啊，这就是宇宙学时间箭头。那然后我们就可以研究了呀，说时间为什么只有一个方向呢？啊，是有可能啊，是因为宇宙一直在膨胀。那宇宙为什么一直在膨胀呢？啊，说有可能是因为暗能量。 哎，那是不是暗能量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宏观上的时间它只有一个方向呢？你看，这就相当于是给了我们一个解题思路嘛，对吧？咱们重点说的是这个思考的逻辑啊。所以，如果假如说这个信条它的假设要是说说主人公啊掌握了这个暗能量的一些奥秘，哎，能够让这个宇宙这个缩紧，对吧？收放自如，然后从而呢来改变我们世界的这个时间走向，我觉得这种假设它也是没有太大的违和的啊，就也行。 但是啊，诺兰选择的是一个更加主流的这么一个时间箭头，就是熵。什么是熵呢？熵其实有很多种表述啊。呃，通常我们听到的概念就是熵代表了一个封闭系统它的混乱程度。通俗的说，就是你屋子乱不乱啊？越乱熵就越大啊，越整洁哎熵它就越小那什么叫熵增定律呢？就是一个孤立系统它的熵不会自发的减少，只会增加。 啊，咱们再用刚才那个例子啊，就是你的屋子只会变得越来越乱，对吧？更加的无序。有同学说，那我打扫就完了呗？哎，你一打扫，这就有能量的介入了，啊，这就不叫孤立系统了，也不叫自发了，这就是熵增定律。当然，这个例子啊，只是说为了好理解啊，真实的熵的这个玻尔兹曼表述啊，它是微观粒子它的状态的数量啊，其实也好理解。 啊，你像你这不所有的粒子，它要是七扭八扭的啊，这个状态数它特别多，每个它都不一样。你看这不就是乱吗？啊，这就是熵值高。那如果说要所有的粒子都是整齐划一的啊，我都保持同样一种状态，这多有序啊，这就是熵值低啊。熵增定律说啊，说孤立系统它的熵是只增不减的。哎，那你看这是不是这就只有一个方向啊？哎，太好了，对吧？赶紧和时间进行类比啊。于是我们就又得到一个解题思路。 说时间为什么只有一个方向呢？啊，因为你的屋子只会自发的越来越乱。那为什么屋子会越来越乱呢？啊，因为你懒哈、啊，所以得出结论说懒惰可能是导致时间只有一个方向的主要原因。啊，赶紧写论文啊！当然这是纯粹的开玩笑啊，胡扯啊。那不过我们确实啊是可以把这个商它的方向和时间的方向进行类比的，这就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啊。 一旦我们假设时间和熵具有某种等价关系，那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熵它的方向，是否就可以改变时间箭头的方向呢？这就是信条当中完整的科学假设，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是人们找到了一种这个逆熵物质啊，然后那个制造出了一种机器，可以让世界熵减，从而呢来逆转时间。其余的一切啊，都是为了让这个假设更加的严谨。 更加的有说服力比如说啊，电影当中有这么两个场景啊，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这个主人公在这个汽车里边啊，然后呢，这个反派用这个汽油一把火给烧了，结果却是呢，哎，主人公被冻伤了啊，这是为啥呢？因为啊，这个情节发生在了逆伤的世界里啊，燃烧这是一个放热反应，整体它的伤是要增加的，但是逆伤的世界你一切就都得反着来啊。 就熵增要变成熵减，放热呢要变成吸热啊，于是燃烧就变成了结冰了啊。第二个就是它那个时间扭转的那个机器，那两个通道啊，它是具有氛围颜色的，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对吧？如果你要是从这个红色的通道出来了，红色代表什么呀？通常代表的就是热啊，所以呢就意味着啊，就你进入了一个熵增的正常时间，那如果你从这个蓝色通道出来了呢？ 蓝色通常就代表着冷啊，这就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商检的世界啊，就时光就开始倒流了啊，就这些都是诺兰导演刻意安排的一些小细节啊。总之，我觉得诺兰的脑洞还是够大的啊。呃，最后咱们来稍稍的提升一下深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啊，都是指的是宏观世界当中的时间，就比如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时间啊，它确实是只有一个方向 我我们具体也不知道为啥啊，但是在微观领域啊，时间确实可以短暂逆转的啊，呃，这个问题和时间繁衍对称有关啊，或者说啊，就是对于微观粒子来说，它的确存在熵减的可能性，而且呢，这个可能性会随着尺度的减小而增加。于是有同学可能就有疑问了啊，哎，你不是说热力学第二定律啊，就是这个熵增定律，它不具有普适性吗？那不就和这个微观领域相悖了吗？ 其实不想背啊，因为啊，熵表示的是一个微观系统它粒子状态的这个数量啊。注意啊，你这里边其实它本身就隐含了一个统计的意义啊。一涉及到统计，哎，那问题立马可就宏观起来了啊。所以可以说不适用啊，但不一定相悖。去年啊，确实有报道称，就是这个科学家通过一个量子系统啊，把一个量子计算机当中的量子态短暂的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啊。那么举个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破镜重圆了。 你看，某种程度上，它也就意味着这个时间进行了逆转，但是具体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应用呢？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说法啊，因此也不建议各位过分的解读啊。后续大家要感兴趣，我们可以单独呃聊一期这个内容啊。好吧，希望本期视频啊可以对各位的观影理解啊起到一定的帮助啊。我是马秘书周哲，关注我，为思考点赞，咱们下期见，拜了个拜。